红杠鸟，我们翁准。啊，大千岁要来过会。各位千岁爷王命。唱小尉品源是黄色的，记录台湾讲故事的品源是甘麻色的。欢迎大家回来咱橙色的品源节目，我是品源。伫开始今日节目进程，请大家会记得帮我按赞订阅，啊是会使帮我留言支持一下，啊是会使帮我分享出去，阁如何？麻烦大家来斗三工支持。今年是这个王科年。各地拢有大大小小迎王活动，然后以阮屏东来讲，除了上有名的东港、南州、小琉球这三大迎王以外，其他大大小小庄头也拢有这个迎王的活动。咱今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凤港的迎王。凤港迎王由凤港的大庙德龙宫来主办。德龙宫主属公务千岁，然后以环王做主神，咱先去来去参拜一下公务千岁。今嘛德龙宫内底一定布置上王府，今嘛就等大天顺寿来，这是等待开工的王灵。德龙宫主神是奉环王为主神，德龙宫的环王甲其他所在请看到环王真无同，甲一般南昆星系统拢无啥同。德龙宫的环王并不是青面的，你若详细看即阵顶顶的环王，伊是红面的，并不是一般请看到青面的环王。后顶供奉的是佛祖，佛祖家己嘛有出一顶轿。这顶是大天顺序来以后要坐的桥，这顶是将军府将军大爷的神桥，将军大爷灵一定请入去伫桥内底。陆续要做伙去海边啊，请我们单位拢陆续来庙口报道。等时间到，要一同来前往海边啊，来请我们。这是一颗的王船。这五只的白虎是凤港迎王的特色之一。听讲，这大天顺序下凡以后，王船会停在这个天河，然后再派这个白虎去把人带过来。这可以讲是咱大天顺序的 Uber， 还是接驳车、接驳船的对吧？
用过，应该咱真正的选举了。今嘛加强一点，领兵要来起兵。咱德龙宫的班头已经就位，咱会准备要来请王灵。等一下就准备要出发去海边啊，迎将台来迎请大天巡守。你来来，爱出去啊？好。有路程，这应该是黄瑶公的信，要来出发。出发以后了，就会马上开门。这我出发啦。好，你讲你讲，你卖出去家里。还有你客人来一个，我把他敲过来。队伍出发以后了，就会封庙门，一直到请到大天巡守回来了，才会开门。现在要来封庙门。准备出发。请王的时阵，王船来做位，跑去海边啊。红港是一个足常经过的所在，因为也要往恒春垦丁去，一定要经过红港。包括我前一阵啊徒步环岛，也是爱伫红港遮，我去一个台东。可是这是我规世人第一道行入来红港的庄内，一直拢还无机会入来到红港庄内。红港名王的王船是做位去海边啊来请王的。家家户户拢一定烧过香火，要迎接这个大天顺寿来莅临红港。红港无大，但是这三年一考的赢王是全庄总动员，大家不管伫地，拢一定会倒来参加这赢王的这顶。海边啊，遮足闹热的，遮侪单位拢一定来就位啊。咱即马来到青王的海边啊，队伍陆续来到遮就位，等待迎接大天巡守。这就是今日要青王的迎将台。来
参加惊王的队伍陆续拢来就位啊。看起来除了香港在地强标以外，嘛有真侪是对台北都来参加的强标。而且王的前几天就有采这灯哥，看起来是有要过火，唔知道是请王起来了过火，还是什么时候要过火啊？我其实第一道来嘛，不太清楚。现在要请阿伯开封的王灵上这个演讲台。三节先开工，王灵好备好。开工以后了，才正式来迎请大千岁来讲庙。备好一定伫海边啊就位，等待等下开工以后了，放备好去接大千岁来。阵嘛，法师准备要开始今日的考仪。现在准备要来请王，来准备拔第一杯笑杯。第二杯醒杯。今仔是爱连三胜杯，才有正式开始赢哦。三胜杯以后了，就会来开工备好，然后来烧备好。有三胜杯啊，应该是三胜杯啊。要来去放这个备好。拄只大总理已经搬着三胜杯，即马准备要来放这个备好，恭迎大天尊。法师来开工备好。这几只备好，就是咱等下千岁爷的这个接驳车，就去接千岁爷来。现在备好已经放出来了，等下就是等待大天顺寿来临临，这备好就会去迎接大天顺寿。代表咱要正式要开始，即马就是咱大天顺寿啊来降临。即马先锋官要入去请大千岁。咱神龙官是地府三千岁，风官在住瑞去海边啊，迎接大天顺寿。那
咱中军府也讲起来要来迎接大天巡狩。神龙官在海边啊，咧也请大天巡视。即马中军府也要落去海边啊，来请哦。影啊，愈来愈大。即马影是比拄只来到海边的时阵搁较大。影是愈来愈大着，神龙观非常的激动。即马树那开红布，也叫讲起来要做位来请哦。咱这两宫的王爷也一定讲起来要来去请大天巡狩。这是咱德龙宫家己王爷的神轿。今嘛搁一点轿建起来。去大家拢阿叫讲起来啊！来参与的江庙陆续拢阿叫讲起来，来参咱亚将台王灵，这应该嘛算是咧迎请大天巡狩。军府来回几个沙滩巡视，才搁一点卷起来，又甲这公签书也卷起来。表人特别嗨，而且即摆电话发直接当机起来啊，是不是大潜水咧？刚好发直接起来。天水回三里湖潜水。这个赢奖台到底是不是不可大天巡狩呢？妈，然后当机在顶端咧报寒头，到底是不是大潜水？看起来不是这位，就来讲一下。
看起来脾气威也不是大天顺手。这位敢那唔知是不是大泉水来啊？因为客大泉水往岭倒来。来做着樱桃，做着白泉水。甲上只颗红杠牙红，白泉水是反复，白泉水反复。用车白泉水往岭顶叫。这是甲上正科大天顺秀大千岁。换大千岁。现在准备要来过火，甲东港无同，唔是入庙的时阵过火，是一只东港，则是伫海边啊，则就开始来过火。啊，大千岁要来过火。那不是全部的庙拢有参加过火，有的庙敢那一定出发来往这个德龙宫前进。十点如果若是庙有拖着，咱就先到十一点，还袂使。我爱等下地方一个阿叔伊啊，系啊系啊，啊无时候。我袂话你走红，等下去就是咱那个。我讲安，你讲安。咱若十点，我都唔着完全休困，休困了，有闲再出来，咱就再出来啊。如果若是碰到有一票发签到，咱就考到十一点，考掉无，安尼在吼，好好。安尼我是在你金门桥，我是在你阿婆人头来个。我做那个证书可能我做啊，哎，好，快些快些啊，快做啊，等你吼。你若是即摆咧计价，嘛会使来到咱中林，啊咧计价，咱是咱的中庙红办嘛会使。啊，你若是讲咧计价，咱即摆当哦，其实计价物件较少，好，啊就使无，吼、哦，啊来到大庙时，咱再过来计价，好无？啊，你使吼，那个注意，这人错，后日去，啊，你再错，再错吼，我安讲。对啊，因为这样的伊咧最大，来到大庙伊才会个满足，那个就难，较顺利较顺。他妈在潜水，别想来退价。谢谢，好啦。咱我有甲问，今日当潜水也今日无用，无咱咧
咧上午十点，那如果下午十点出发，下午十一点，安尼。上午的时间预定是十点，上午的时间是十点。现在规划完成，要往咱王府来前进啊。路拄后壁旁的这支剑是庙内底五王的剑，然后伊旁的是大千岁的印信，甲这个剑。啊，搁再一个圣旨。哦，搁一个圣。哦，搁有一副圣旨伫遮。哦。即马等待大千岁甲队伍倒来甲王府。元武千岁，很重要性格，大天尊秀，很大天赋，重要性格，万事如意，一帆在水就大风，春水春来，很重要元武千岁，性格千乱。只有大千岁要先倒来入庙，队伍先让大千岁先行，大千岁要倒来啊。这是王爷驾上班头，爷牛帅大哥是对配偶来支援非常的厉害，因打是配偶的牛散步。咱大千岁王桥要回来了，万户千岁回来到王府。啊，咱的前人救命，咱救起前人，尽量听讲我命的吼。这应该马上是南部的雷，你来参屁台。你屁台是南部的地形，所以南部都会来。按中央线回暖，按中央线打。想着咱保护前辈，咱咱来庇佑，可以真正健康百病消除。啊，你看后你安全第一，咱尽量站到我边来吼。今仔要强车王灵入这个王府，用用大天顺寿来入这王府。那这牛线真无简单，因这逐一个逐步拢是有一个遗憾伫个。
这颗的天水非常的客气，非常的客气。港国校的部队。
你就要在讨论等下联盟的程序。